the 51st contestant from Venezuela. 52号选手来自越南。The 52nd contestant from Vietnam. The award for best stature goes to contestant number 51. 有请北京天弘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柴志坤先生为51号选手颁奖。接下来，another last one。谢谢。The award for best style goes to number 51. 有请中信国安第一城总经理伍华先生为他颁奖。51号选手也是我们前12强的选手，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还有一个机会争夺冠亚季军其中一个奖项。好，谢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宣布的是2006第46届国际小啊，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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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现在呢已经是来到最重要的时刻，今天晚上的冠军马上就要诞生。但是在冠军这个奖项诞生之前，我们有一个特别的安排。对，我们要请出一位神秘嘉宾啊，他是来自菲律宾的 Miss Quickman。有请。他呢是去年的国际小姐的冠军获得者。Now let's meet Miss Quickman from the Philippines, who was Miss International for last year. Quickman 小姐头顶着国际小姐冠军的荣衔，向全球传递着美丽和和平的信息。今天他来到这个美丽的舞台，将和大家一起来见证新一届冠军的诞生。谢谢。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下这顶桂冠将会戴在这一届哪位选手的头顶上呢？ Thank you for coming to China, and Miss Kikumi is going to pass on the crown in a moment to the new champion. OK, 重要的时刻已经来临。女士们、先生们，非常荣幸地告诉大家，2006第46届国际小姐全球总决赛冠军就是51号。恭喜51号选手。Miss International for 2006 goes to contestant number 51. 恭喜恭喜！今天晚上我们戴上桂冠的就是51号选手，向你表示祝贺。今天51号选手是这个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成果呀。我们有请中国服装协会副会长方玉根先生，社团法人国际文化协会特别顾问田岛高志先生，以及2006第46届国际小姐全球总决赛冠军来自菲律宾的奎格曼小姐一起为她颁奖。And ladies and gentlemen, Miss Quickman is also going to crown the new champion. 我们有请奎格曼小姐为新一届的冠军，今天晚上的51号选手戴上后冠。
好，亲爱的朋友们，来到这个时刻，我们再次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也向今天所有到场的嘉宾表示感谢，谢谢大家的光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并肩着边，然后我们手牵着手，一起来创造更加美好美丽的明天。魅力北京时尚怀柔2006第46届国际小姐全球总决赛暨颁奖晚会到此结束，朋友们晚安。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concluded the awarding ceremony for the 46th Miss International Beauty Pageant. Ooh. Thank you for coming. And until we meet next time, goodbye. 谢谢大家，晚安。好，各位晚安。再次感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大家，也再次祝贺所有参加比赛的选手们。